各位观众赶快来看啊，我们要抽奖了哦，要抽奖了。那我们看一下左下角的那个奖品项目，总共有1、2、3、4、5、6、7、8项。那分别就是我们上礼拜在直播开箱开盒的时候所开出来的亮面卡片。好，那跟各位推荐一个那个粉丝专业经营者所一定要使用的一个抽奖软体，非常好用哦。它叫做 Facebook 粉丝专业抽奖小帮手，在这里。抽奖小帮手，那只要我们输入文章网址的话，那我现在直接开我们粉丝专页，那直接做给大家看。好，那我们就要正式来咯，我们就没有在测试的齁，没有在测试的齁，那就是要直接来抽，直接进入我们的粉丝专页 NTUCGM。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其实可以多多留言、按赞、分享，然后如果想要成为游戏王高端的话，就是对我们的专业按追踪抢先看。应该会吧，应该会吧，就是努力学都会成为游戏王高端啊。好，那我们直接来做抽奖的动作哦，直接来抽奖哦，我们没有在测试的哦。那我们开到上次大家留言的文章。那我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人按赞跟留言吼。那我们的规则是要确认有对本专业按赞，而且加追踪设定抢先看，然后再按赞本文，然后再留言加上 tag 一位喜欢游戏网的朋友。好，那我们把这篇文章的网址给复制，然后到我们的小帮手里面输入。好，然后按下抓留言，那等它跑一下，那就会出现我们所有留言的那个清单。那接下来我们设定说只显示有 tag 朋友的留言哦。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有效的留言有75则哦，非常多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的是很开心。那我们把我们的奖项给输入进去，那我想我们就一次抽完好了，一次抽完嘛，对不对？就是大家不要浪费时间，我们一次把8项奖项都抽完。那好，我们把奖项给输入进去。那第一张要送的是雪天气亮面，抽奖抽一个。在第二个奖项是极天气，奖项在我们右下角哦，这样，哦，抽一个，哦，再增加，再是增六五中，不是赢六五中，金亮。抽一个，然后在第四个奖项是魔弹速攻魔法，也是亮面的卡片。抽一个，然后第五个奖项是魔弹反制陷阱。中奖的人，我们小帮手会跟你在直播完之后，小帮手会跟你联络，然后会希望是以挂号信的方式寄到你们的寄到你们收件地址。那如果有心的话，就是可以拍个照让我们回传给我们啦，我们知道说你收到了这样。那在第五个奖项是雷天气的永续魔法，永续陷阱。哎，安安你好。然后这第几个？2、4、6、7，第七个奖项是碎钻的怪兽。碎钻怪兽1、2、3、4、5张。
然后第八个奖项是《碎钻的魔法》三张，《碎钻魔法》三张。好，那就要开始抽喽。那等一下就在直播当中，我们的得奖者的就会被直接公布了。那完全是由电脑来抽出我们的奖项。那我们要按喽，我要按喽。那马上抽。好，那恭喜我们的得奖者，恭喜蔡敏纯获得雪天气亮面。恭喜嘉清旺获得极天气亮面，恭喜 Xavier Kelsey 获得引六五重金量，那恭喜 Ryan 肖令获得魔弹速攻魔法，恭喜信伟安获得魔弹反制陷阱，恭喜薛伯权获得雷天气永续陷阱。恭喜王燕获得碎钻怪兽五张，恭喜林佩俊获得碎钻魔法一张。好，那我们先把画面给照下来哦。